观心论。是观心可明慧了。又问，上说真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觉未根，为审无明之心一切诸恶以何未根？答曰，无明之心虽有八万四千烦恼情欲及恒煞众恶无量无边，取要言之，皆由三毒以为根本，其三毒者即贪甜痴也。此三毒心自能具足一切诸恶，犹如大树根虽是一所生之业，其数无量，彼三毒根中生诸恶业，百千万亿倍过于前不可谓喻。如是心于本体中自为三毒，若应现六根亦名六贼，其六贼者则名六识，出入诸根贪者万境，能成恶业损真如体，故名六贼。一切众生由此三毒及以六贼，或乱身心沉没生死，轮回六道受诸苦恼，又有江河因少泉源涓流不绝，乃能弥漫波涛万里。若复有人断其本源，则众流皆袭，求解脱者除其三毒及以六贼，自能除一切诸苦。又问，三界六趣广大无边，若为观心云何免彼之苦？答曰，三界业报为心所生，本若无心则无三界，三界者即是三毒，贪为欲界，甜为色界，痴为无色界，由此三心结集诸恶业报，成就轮回不惧，故名三界。又由三毒造业轻重受去不同，分归六处，故名六趣。又问，云何轻重分之为六？答曰，若有众生不了正因迷心修善，未免三界生三轻趣，云何三轻所为？悉修十善妄求快乐，未免贪戒，生于六趣；悉持五戒妄起爱憎，未免甜戒，生于人趣；迷执有畏信邪求福，未免痴戒，生阿修罗。如见三类名为三众，云何三众？所谓纵三毒心为造恶业，堕三众去。若贪业重者堕恶鬼去，甜业重者堕地狱去，痴业重者堕畜生去。如是三众通前三轻，遂成六趣。故知一切善业由自心生，但能摄心离诸邪恶，三界六趣轮回之业自然消灭，能灭诸苦即名解脱。又问，如佛所说，我于三代阿僧只结无量情苦乃成佛道，云何经说为除三毒即名解脱？答曰，佛所说言三大阿僧只结者即三毒心也，胡言阿僧只汉言不可数，此三毒心于一念中皆为一切恒河沙者不可数也。真如之性既被三毒之所覆障，若不超越彼三恒河沙毒恶之念，云何名的解脱也？今者能除贪甜痴等三种毒心，是则名为度的三大阿僧只结。
末世众生愚痴钝根，不解如来三种阿僧祇秘密之说，遂言成立劫末期，岂不一悟行人不退菩提方成佛道。今令学者为虚观心不修戒行，云何成量善？具慧者以能治三毒，即有三量善普慧于心，故名三具戒也。波罗蜜者即是梵言，汉言答彼岸，以六根清净不染世尘，即出烦恼可至菩提岸也，故名六波罗蜜。又问：如今所说三具境界者，是断一切恶，是修一切善，是度一切众生。今言至三毒心，岂不闻亦有所乖也？答曰：佛所说经是真实语，应无谬也。菩萨于过去因中修苦行时，对于三毒是断一切恶常修戒，对于甜毒是修一切善故常修定，对于痴戒是度一切众生故常修慧。有持